喧哗上人，八德是做人的基础。诸位，你们知道什么是做人的根本吗？就是八德。孝悌、忠信、礼义、廉耻。我今天将八德的意义简单的解释，你们要注意听。第一，孝，就是孝顺。孝顺父母，这是为人子女的本分，孝顺就是报答父母养育之恩。二，悌，就是悌敬，悌敬兄长，这是做弟弟的本分，悌敬是报兄长的恩。三，忠，就是尽忠，尽忠国家，这是做国民的责任，尽忠是报国家的恩。四，信，就是信用，信用朋友，对朋友言而有信，行必笃敬，不可以失去信用。五，礼，就是礼节，见到人要有礼貌，应该鞠躬，不行礼就是野蛮的行为。诸位，见到师长要敬礼，见到父母也要敬礼。六，义，就是义气，要有见义勇为的精神，无论谁有困难，要尽力去帮助他解决问题。对朋友要有道义，无条件来援助，绝无任何企图的心。七，廉，就是廉洁，有廉洁的人，无论见到什么，都不起贪求之心，没有想占便宜的心，而养成大公无私的精神。八，耻，就是羞耻，凡是不合道理、违背良心的事情，绝对不做。人若无耻，等于禽兽一样。这八个字是做人的基础，你们不要把它忘记。将来到社会服务时，要言必忠信，行必笃敬，说出来的话一定要有忠有信，不打妄语，所做的事必须以恭恭敬敬的态度认真去做，绝对不敷衍了事。